你这指甲在这个位置，在这里没剪好，你感觉到没有？这个位置看到没有？这里，这里很硬的，这个位置。啊，这边还有一块，这里，这里，这修简单，一点都不疼。哦，好的。从这里一慢慢弄下去，修出来。我的脚面就不能自己剪，以前就还不是很难用。就这个。这个还不是一点都不疼，右脚。这里面还有老皮呢。你没看每次按摩一不挠都叫吗？就是疼，你知道吗？我留扁的，我穿鞋直角。我留扁的不舒服，我穿鞋直角。要不你上来就告诉我吧，这点位置。外面里，我一进去外面里。你看，这都有一条缝了，这里。这不修出来要发炎。这边也有一块。过来，过来去摸。过来。你好。这里面的皮也得弄掉。好了，干啥子啊？他就弄。哎，你泡呗。我们现在都泡。怎么了？就自己在手里的。这块皮弄掉容易淌血呀。这个脚好舒服了，现在不疼了。舒服了哈。不疼了。我怎么动都不疼了。那肯定不会疼了。以前动，哎呦，天哪，不敢动。咦，弄掉了。